方学，抱歉，没给你打声招呼就这么走了。我没有说服我爸爸，最后还是决定要出国。尹老师那边是我拜托他不要告诉你的，算是我最后的任性吧。所以你希望你不要怪他。我只是想抓紧最后一天，和往常一样，和你开开心心的一起学习，不想气氛太悲伤。 虽然我们才认识不到一年，但因为有你在，一切都变得特别有趣。原本我只是想拿高四当个跳板，没想到最后还是交到了不少朋友。另外，你给我的套袖我会带到国外去，做卫生的时候用。看到它，我就会想起你。我并不奢望你能够一直记得我，只期待你能够考上你喜欢的大学，然后过你喜欢的生活。 画画家的部分的笔记我都帮你整理好了，放在后面书架上，你一定记得要看。和你在一起开心的时光，要是能永远继续下去就好。希望你能够永远保持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，每天无所顾忌的大笑。谢谢你，方学。再见，未来。